诬陷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不碰。我饿了，给我做饭去。早啊，我去上班。从今天起，我会送你上班。哎，不用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地铁去就行了。你已经是第三次违反夫妻守则，我不希望他有第四次。这也算啊？你说呢？算。下班之后我来接你过去，顺便找楚长明给点零用钱。其实我……你说什么？好吧。明明离甜品店还有一段距离，哼，这女人，难道嫁给我楚飞远是不可告人的事？来，老婆，这位是咱们的结婚幕后操控人，楚长明，楚总。来了。叔叔好。坐坐坐。啊。安乔，你怎么能叫叔叔呢？应该叫爸。哦。没收改口费是吧？哈哈哈！对对对，还是小远会办事儿。小乔，明天我就给你账上转300万营养费。祝你们新婚快乐，早生贵子，也让小远他奶奶早点抱上正孙。哎呦，刚进楚家门就来要钱，还真是迫不及待了。楚乔，你怎么说话的？快跟你嫂子问好。嫂子好。